他敢不行。耶，录完了，烂掉了。刚刚是官方的三个愿望，现在开始 许真心的三个愿望。第一个，我想交女朋友。谢谢谢谢。第二个，我想交两个女朋友。我想交第二个女朋友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不能讲出来。我想再交一个，我想同时交两个女朋友。好，快来快来快来。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，好好害羞。交女朋友太交女朋友也不错啊。来来来，你先给我一个。开始。来。你看四十五度角，这个眼睛比较大。我们应该要来弄个比赛。比赛？什么比赛？我也不知道。眼压用喷的啦，对，眼压是用喷，眼压是用喷，快喷才是眼压，快喷，快喷，好恶心，快喷，好恶心，他会吓死，快喷，找女生来帮喷的，我要学妹啊，不是有那种，不要伤害学妹，那个快马哥，要第一那个马哥，你是认识的学妹对不对？学长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，托你，学长要我们表演，哎，快点，我找到眼压机了，快过来，怂恿他帮喷一下，对，就这样子。学长，好恶心啊！走开！所以你自己没有啊，拜托。生日愿望，哇，这是个大大的愿望。你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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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你看我很难收尾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了，学妹。如果你不喷的话，你就要公布你的姓名跟电话。为什么这样？莫名其妙。莫名其妙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丁若文。再说，大声一点。丁若文。丁若文，哪个丁？甲乙丙丁的丁。然后哪个若？草头的若，一个草一个又。他电话是？电话？对。你有兴趣哦？给他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我电话应该没有很难找吧？我再说。快点，那就赶快飞出来吧。要呢？幸运吗？我帮你消音好了。请他信他一下，快传染病毒给他。好。